我是南投北来葡萄小王子。听讲今仔日报道出状元的比赛现场，邀请真济贵宾来遮。我今仔日徛伫遮，毋是要卖我规身躯的乌猪肉，是要卖我北拿上好食的葡萄。我讲要卖物件，有人开始拍走，你卖捧场听看卖。甘愿错过路过，但是千万唔通错过，错过你小等下就会悔过。来，详细听，你若是徛咧无往去，坐咧就发晕，倒咧就困袂去，无食着就去，食着就放屁，见讲讲过去，鼓咧随便去哩，出门无得去，要死无勇气，只好继续哇落去。即摆徛伫遮，就准备互你落去，所有镜头落好去，因头仔甲水姑娘啊，佫会甲你转去。有一条歌是安尼，我家门前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。要唔过，阮倒是门前拍开，看到葡萄园；后边门拍开，嘛是葡萄园。我要推销的，就是咱爸那顶港有名声、下港解出名的葡萄。就着阮营养100分的葡萄，那皮肤水当当，体能搁较勇健。爱知影，抬头的生理有人做，赔钱的生理无人做。我今仔日来遮做生理是要赚钱，你来听我讲是要赚健康，身体若健康，保证你行路有风，拄着人就碰风，规世人就袂中风啊！即卖试食葡萄，食免惊。食免钱，你食愈侪健康，赚愈侪。今仔日绝对袂予你空手转去，绝对袂予你失望。阮的葡萄食起来酸甜啊，酸甜，嘛会使讲是乌珍珠。你如果要连皮，甲籽食落营养满分。外面进口的葡萄一箱900，咱在地出产的葡萄一箱若要卖你900，袂够予你放伫涂骹。咱今仔日直接甲拍对折，搁减难产，一箱400多，千万唔通太贵。有品质的物件，太贵就无价。如果你要较济，我就专车送到位。搁另外送你高级购物袋，购物袋无够，就另外送你两张报纸。这报纸真重要，葡萄摕倒去无食完，用报纸包住时。送入去冰箱冷冻库，保证一个月退冰干的亲像青的。葡萄一年只有两期，卖等到后摆，后摆面容已经歹歹，皮肤干那亲像老乌都歹，遮一顺遐一酷，已经爱像青春不要留白，因为皮肤毋是白，是妖妖，爱买就趁一摆。阮即阵的葡萄尤其水，修行上惊泡水。好佳哉！天公疼戆人啊，予阮乡内底葡萄求婚求婚，保证滴不物。葡萄食了会记哩，箱啊卖蛋哦。当物件做粪扫桶拢真好用，你阁想要讲这哦？唔对，查甫人若是要练身体，箱啊拍开，水果石头去弹落，详细看一。无够重就一直加，一直加，一直加，练到你变加工的 Superman， 真正是一减二个，帮拉减四个。讲下句，观众朋友啊，来开始录订单。今仔日这个机会不是定定有，不是菜市啊买豆腐，逐工买，逐工有。来，这位水果娘啊，你要几箱？老兄，我想介你，哈？你问我介你倒一点？我介你靠近我一点，嘛介你摕一刀买点。买一箱无嫌少，买五箱嘟嘟好，买一百箱外叫你阿爸。多谢大家。哦，真出来咯！我若参像你安尼。啊
奶奶。